Masa kamu sih kak? Ayah, ini siapa kamu kak? Ay ya, 真好笑，你说，赌个球，我等着呢。 这卡里有5000万，是给你的生活费。我说过了，还不赢吗？懂。我这张卡里是我的全部清单。算了吧，你就是一个健身房小老板，哪有我挣得多呀？快收下吧。哎，我可是立志要做一个好老板，我做好老公的荣耀武器，找到工作。 那行，以后来管钱，你来吧。好。老四，我的腿，我一定给你治好。说啥？你是不是嫌弃我的腿？我都不嫌弃我的脸，我怎么会嫌弃你的腿呀？ 早上，早上，你看什么？哎呀，我在想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啊，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不行，光看没有用。是。 不愧是健身房的，这身材绝了！老公，我帮你洗澡。你帮我洗澡？你不是说肾是吗？你就这么着急想减肥，让我行不行？啊，没有没有。别怕，乖乖去睡觉，我自己洗。你行？你老公不可能不行。 话说，你白天答应我的奖励，是不是该兑现了？哎呀！我不会守一辈子好寡妇。哎，双双，起来了。 妈，我是不是丑到你了？你的胎气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。哎呀，我酸菜虫，你出去！我老婆怎么样都是贱人啊！哎呀，不行，你出去嘛！好啊好啊。难道她的脸和我的腿？ 林霜这个死丫头，竟然背着我嫁给一个残废，这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难怪她那么轻松就签下了 SY 的合作。爸爸，林霜她绝对是故意膈应我，她宁愿和一个残废结婚，也不愿意让你拿到遗产。哼，林总，您过目。国际顶级财阀集团鼎盛集团主动提出与林氏合作，林氏集团重回巅峰。 指日可待啊！鼎盛集团，是的。鼎盛集团总裁还让我去问您是否招领，是可免的。爸，那个男人是商务集团的总裁特助陈助理。吃饭。吃饭。你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林氏招商部的普通员工，他找我吃什么饭啊？哦，你不知道吗？ 鼎盛集团的老总是个中年油腻男。啊！你太行了，你先回商务集团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没事别过来找我。那我走了。哎呀，快走走，哎，来来。哎，爸，我怎么听见那个男人叫林霜总裁？难道他是商务集团的总裁？